静静点缀着夜空，生活充斥着希望，像是红好的星星伴随我的梦，不顾一切去探索，温柔的晨光带我前方游历，路还是可在也是无意环境造成负担，又能很棒的体验享受生活。好 ，OK 吗？那我们现在要请市长跟 Julia 把我们的背板贴在我们手牌贴在背板上头。市长拿的青春山海线的 logo 的品牌呢，象征着青春正式上线。Julia 拿着 Chill 呢，代表品牌的精神，希望可以有活泼轻松的感受。从今天开始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游走青春山海线，用绿能的方式一起享受青春环保不放弃的旅游体验。谢谢市长。好，谢谢市长，请市长先放照片 OK 吗？还需要补拍吗？好，那请诸位还是留步一下。好，谢谢市长，真的，我觉得市长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看他刚刚都不用拿稿子，他做了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心里头，每天都惦记着每个市政这样子。好，接着呢，我们要请我们的拍摄 MV 的导演，刚刚市长一直偶漏的陈玉杰导演上台来跟我们分享，欢迎导演。好，刚刚我们在茱莉亚带来这么的，刚想说看有些人在很棒很美的舞蹈的表演之余呢，在荧幕上呢其实也看到导演拍摄的 MV， 所以很想来问问导演，就是在这次拍摄青春山海线的 MV 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我觉得就是从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一开始在跟朱莉亚讨论，是就希望说大家平常生活里面都有很多压力啊，或者我们也需要放松啊，然后才会有足够的能量来去解决这些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首歌跟我们希望拍的方式也让 我自己感觉到说，有可能我在国外长大的时候，或者我自己在去看景的时候，然后发现说新北市有那么多有山海啊，然后我觉得在看那个影像的时候，会觉得说很像要花很多时间，或者要去很远的地方才有办法看到那么美的景。是，就是没想到说有可能30-40分钟，对，就到得了中角湾，对，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么多就是大自然，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就希望说这首歌跟像也特别跟那个舞蹈老师那个 Kobayashi， 就是刚刚一起来表演的，就是我们特别设计这个舞蹈，那就是也是希望说是一种放松跟一个怎么样子去 chill， 跟去
把心情就是把那些烦恼放开。对，虽然市长现在暂时感觉没办法放假，但是刚好刚刚有看到导演拍的影片，应该有感受到一些放松的氛围。那就是说，所以如果没办法放松，那就听歌跟看 MV。这个3分40秒，会特别为了市长量身定做。对对对，可以没办法放。对，可以给你3分40秒的放松。好，太好了，希望市长可以多放松一点啊！3分40秒好像有点不够。好，接着我要问一下茱莉亚，好了，就是这首 Higher 的歌曲打的就是 chill 的风格。对。然后想问茱莉亚，你觉得什么样是 chill？ 怎样是 chill？ 我最喜欢就是在沙滩上，然后看着海，然后放空的感觉，我觉得超 chill。因为在澳洲。其实很多 city 很多城市就是沿着海岸嘛，对，所以开个50分钟一个小时就很快就到海边，对，然后大家都是习惯就是要晒太阳，晒黑黑的，对，健康肤色，然后享受下午的阳光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从在那里成长就会让我感觉我的人生就是要这样子 chill， 可以 chill 的时候去 chill 一下，对。对，那在拍摄 MV 的，刚刚我其实也想问 Julia， 他说拍 MV 拍了2个整天，对不 对， 对？对。所以在这2天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的关于青春山海线？我们最后有一个点去那个山上。那个乌尔茶壶 山，那个景真的是有点疯狂，就是大家要想象哈利波特一开始不是很梦幻的那种光，然后跟那个山跟海，然后再去看到那哈利波特学校，对，就是那个景，但是就是看不到那个学校，对，不用看不到学校，但是你看得到那个光，然后那个海，然后在那里那种 shining 的感觉，亮亮的感觉，真的太美了。真的太美，所以那个市长真的自己也本身讲到，我明明就在新北，可是却没法去，真的是有点哭哭这样子。好，然后真的在那导演还有什么想探索的景点吗？你拍了这么多点，你怎么去选择呢？在选择景点上那么多漂亮，应该是选择困难了，我觉得。所以就看到说，所以有很多景点。好，就是我们都想要拍，都想要拍，可是没办法在3分40秒当中融入，所以就需要大家真的亲自的走一趟青春山海线来体验一下这次的旅行。好，很谢谢两位，谢谢你们的分享，然后也希望就是透过 Higher 这首歌呢，可以陪伴大家就是去游走青春山海线，放松一下这样子。当然。